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要干嘛？去哪里？哦，家里你也太快了吧！嗨，是有声音吗？安安家里，想吃宵夜吗？嗨，曾宇东，嗨，王点点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因为今天这天气，我觉得最近越来越冷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来煮个宵夜。宵夜虽然宵夜吃了会胖，但是我觉得冬天胖一点就算了，对，像胖虎那么胖都没怕胖了，虽然我有点变胖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关系。怎么了？没有涨价。好，你分了是啊？哎，老哎，陈辉吗？为什么粉专直播会一堆？怎么了？小恩呢？小恩，嗨。嗨，施静文，嗨，曾艳婷，嗨，林依婷。对，宵夜，要煮我们了今天没？要煮宵夜。你看，我们今天这是个什么？红配绿的组合。虽然圣诞节过了，然后天当然不可能一个人吃啊，那么多东西，你看怎么可能吃完？吃完我就变胖虎了。所以，我们要煮了没？那煮了哦，胖虎很饿，来老田说要煮给我吃。对，我们因为我最近上网看到一个烙菜餐，烙菜餐，我觉得胖虎需要烙菜一下。好，先这个卡斯炉，好。干嘛？你要煮的、欸，你是要有诚意啊！为什么瓦斯就是一个感觉，就是一个味道啊？你要插进去吗？那么快吗？还没啊？是吗？好了，算了，先加进去啊。我也不太懂，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公开下厨这样。好，那要先放哪一个？当然是先放这个啊。鸡还是这个汤包？先放鸡，因为鸡要弄很久。你为什么要买人参面啊？因为我想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人参鸡啊，人参鸡，鸡的人参错之类，随便，反正名字不重要，反正最后还不是会吃掉。快手给你，你的鸡。我不想用手拿，怎么办？哈？他只能用手拿吗？不然拿汤匙拿，不然快叉子哦。对啊。因为煮东西最主要的卫生嘛，手没有洗怎么可以拿东西那嘞？去洗手。那我要拿筷子。你会不会煮了你？就是不会才要煮啊，不然这只鸡好感觉好大只哦。你买这只好贵哦。名牌鸡，哦，什么的多了啊，也好恶哦，有点重哎，这鸡分量蛮大的，你不要锅子上来啊，哦，下面下去，慢慢下去，不要嘣一声，好，我先让鸡耶，泡泡三温泡温泉，泡泡温泉，聊聊天，然后呢，在等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就来打屁话啦。哎，不用加料吗？等一下，哪那么快？是吗？不知道这个要先加。我不知道哎，林静跟金玉哎。因为瓦嗨，斯煮要煮很久，那你一定没来，当然没来过，因为我们那个瓦斯瓦啊斯更小，太火小，超小，而且有的还要，我去拿卡它斯是炉，让压下去转的嘛，然后一直按着不转，它按着不动，它才会一直冒火，不然它一下就没了。为什么没有等我们？等你们回当然来，是先煮啊，你们回来刚好吃啊，是不是多贴心呢？太小太小，拿去你的瓦斯罐，我放这边好感了。觉有点满，没关系啊，有点满。要水会我满，就带给你们满满的大鸡汤，大鸡汤，感觉怪怪的。马上求救林静，我们这样煮是没对有加盖，为什么不加盖呢？因为忘记了吗？对，因为忘记了，绝对不是加盖哦。加盖，加盖会焖比较快。哎，怎么？因为它水刚才掉下去了，刚运动完吃，你知道运动完30分钟内吃东西其实是帮助你的运动，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过了30分钟，所以我刚才讲的都是屁话。就是想吃而已嘛，哈！你们现在要回来吃，你们不是刚吃完蔬果吗？为什么现在要回来吃？我是来分享。对啊，我们来放点歌好不好？好平淡哦。啊？那我怎么？我先分完就给你那好。个。嗨，严佩华，要煮掉几罐瓦斯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准备三罐，我买两罐，我买三罐了，总共两这罐没有，还有一罐在那边。好。不然说等一下再用。
哎、欸，这样我们其他第一次看我们 live， 我们也是粉专第一次 live 吧？老田的第一次 live。哦，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，哎、欸，像我要等那么久，等那么久的时间呢、啊？还是没有火了吗？不会吧，这什么？那火很小，意思一下。没有吧，这火还是反正就这样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香菇要不要下去啊？哎、欸，蛤蜊在打开哎、欸，蛤蜊好鲜哦、喔。啦啦啦！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看到陈冲了在，陈冲了那个，结果不是陈冲了啊，原来是……哇，那我们现在要等那么久，你要煮什么吗？要煮蛮久的，没关系，我们时间很多，反正明天你们要上课，我们不用。所以要加东西了吗？还没有？我不知道啦。你先把它加进去吧，不是要煮久一点才有人参味吗？我没有要人参味啊，我是说人参鸡汤，干嘛一定要人参味呢？没关系，杰里你可以先睡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煮到什么时候，说不定还失败。咦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弄人参鸡汤，这人参鸡汤绝对只是随便拿一包而已，绝对没有什么老田他任何的关系。老田说他什么？因为他要煮人参鸡汤，不煮香菇是听好吵。你自己说要放音乐的，他声音太大声，然后没有音乐曲。想说他声音唱不大声干嘛？手机离我们很远，因为我们有那个光架架灯。我们要近一点吗？我怕近一点会被火喷到、欸。直播最多四个小时，那我们可能刚好在吃的时候就关掉了。煮四小时也太久了。欸、那我们可以顺便煮别的东西啊。嗯，好人生哦。要一包一包放，塑胶应该剪掉吧？没有，再看是什么东西。中药材。我说这包。这包纸要剥掉吗？好、哦，等一下，这包是直接下去吗？你要不要近一点，大家看不到我们。都那你拿过去，你去弄。哪个都看到我们的东西。一二，哎，快点！啊，筷子掉了。嗯，一洗了。哇，知道要怎么弄？将土鸡米酒放入陶锅中，以前我就准备。好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就是把它放进去就对了。反正。算了，给他靠着这样没关系。等一下，不用直接下去，还是要不要下去？他聊不下去呢。不用下去吧，只要下去。只不用下去吗？他写要下去啊。只要下去。他写把炖料包，那是包还是纸？哎、欸，包好像直接下去哦。哎、欸，直接放下去。直接放下去吗？还是不放下去？他上面写是要放下去，不放下去啊。那你看，加两瓶。哎、欸，他米酒，你没有加米酒哎、欸。我们。不喝酒的，嗯，要直接下，直接下哦，大家都说直接下哦，直接下哦，哇，你们大家都会煮饭，好厉害，行，好，现在打不开，尴尬了，这个要打开了吧？什么东西？你拿你包，要来一起煮，一起煮票，不要撕开，你说这个不要撕开啦，塑胶会融掉，好了，先下去，要先下去那个，好恐怖哦，那里。应该是我看，应该是要下了、啊。你在说什么？哦，这是布哦，好，按下去吧。先泡泡看。好 ，OK。那这边要在这边。好，这，哎、欸，里面还有一包东西，你烧下去吧。你们先帮他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，这该不是防腐剂吧？啊！没事。赶快捡起来。这该不是防腐剂，应该可以下了。掉下去了。下去。这个，你看，都下去，都下去。那你不丢、啊？好，我现在没空。好，怎么延迟那么久？哎、欸，林静，你们还在看吗？在看的话讲一下，因为我怕煮了你们也不吃。我们煮的过程全部丢在网络上给大家看。对，绝对不要学习好吗？因为不专业煮鸡汤。感觉要煮几百年、欸。煮几百年就煮几百年了，反正，哎、欸，这火真的是有点小。对啊，是不是没有瓦斯的关系？你还是你煮太小，好像是没，我就要换一罐了。鸡要先滚烫一下是吗？滚烫一下，滚烫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吃第一次嘛，第一次嘛，杂质多一点没关系。我就没有煮过鸡汤啊，其他的就算了。我们有过水没有？
煮完都早餐了，我们就先把你们煮完先睡觉，然后起床，哎，吃早餐哦。要我换一罐吗？确定要换一罐吗？看，休息。食神，嗨，食神，头发好配。都下去。所以换一下好了，我觉得火怪怪的，太小。真的吗？嗯，先关掉，然后把它开箱。哦哟，先放旁边。哎，说到这个，今天礼拜几啊？礼拜三，哦对了，我们礼拜五，你们有在看阿西直播的东西吗？还有啊，好冰哦，那个东西。嗨 ，Take you， 嗨，思瑶哎，好多人要叫，礼拜三。那下周有人说香菇也要放啊？等一下啦，我们在放火。黄庭玉说香菇也要放，我们在放火。哦，变大了哈，变大了，果然这是瓦斯罐的问题。好，香菇，他说香菇也要放。嗯，都还没有，没什么味道。香菇要一个一个放了，不是吧？不是整个都是下去吗？哦，我怕满出来啊。哦，已经快满了，而且香菇太大块了。嗨，鱼尾。鱼尾是什么？鱼尾啊 ，Hello， 米奇。好了，我们先说礼拜那个阿西啊。放我。就是我们要去阿西上面唱歌。对，我们要去那个阿西，是哦那边吗？拉掉。就是礼拜五几点啊？礼拜五七点，我们会在 RC 唱歌。对，跟小小 M。对，我们会去上那个节目。然后，如果你们有空的话，可以看一下，没关系。没空的话，香菇鸡吗？也没关系。没有，我们是煮人参鸡加香菇加高丽菜。人参鸡，人参当中当然会遇到想哭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加了香菇。多一点啦。就满了哦。哪有满？等一下滚了再加不行吗？你加不行啊，加什么加菜？这个要煮很久啊。你加什么加菜？你加什么加菜？会很满吗？很满，好不好？人家加菜就爆了。香菇要下去，真的啦。不用全部啊。要啦。不用。要啦。不用。你香菇太少，没味道啦。什么味道啦？什么味道？香菇味啊。我不要香菇味啊。好啊，可恶。啊，老田本人比较不喜欢香菇啦。老田，老田决定，因为老田煮的。他说瓦斯光拿远一点。哦，是哦。好，不然会爆炸。爆炸。盖子不用。好，你不要去看，我们要讲的事情。而且你都没有回，你一直在看干嘛？我有回啊，嗨。不是，这是我们的公共居住地，太满了，水会滚出来。吗？吗？看我会喝掉，所以还没滚。不会吧？都还没有滚啊。感觉它很凉哎，它很冷。你看连鸡都很冷。不可以挑食，我没有挑食，我只是比较不喜欢吃香菇窝。会吃金针菇，应该也算同样的菇吧。天，要加点米酒哎，胖虎。加米酒，你要喝酒，但我不喝酒啊。但是不要喝酒好了啦。人参鸡呢？要加米酒有吗？啊，大家都说水会滚出来，怎么办？我们水加太多吗？好，我们先捞一点水出来好了。不用吧，这样可以啦。大家都说水先捞出来，滚了再加进去啊。是这样子吗？好。林静也这样讲吗？林静没有回话，林静应该走了。集资见面会有预计什么时候吗？还不知道啊。我们的集资好像还没有达标。完蛋了。可能会。完蛋了，没办法出一批。可能会。哇。哇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还是先煮鸡汤。但是还是怎么讲？哦，烦恼。就是喜欢我们的，可以去买我们预购我们的专辑，那边有那个专辑一批。因为其实我们支持我们。那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怎么讲？香菇会吸水。其实我们可以说那个对不对？嗯。我们在做歌那个。啊。有在慢慢弄歌。对啊。我们在用歌，但是我们要出一批，然后希望大家能支持。然后可能会在先在网络上放个歌曲。对，但是还没那么快。要加米酒去腥味。好，那我们去拿米酒吗？好，我去拿米酒。我没有米酒。有吧？有，我有买。我们跨年在哪里过？我们跨年会去台中。嗯，你们的头发，木星，我们的头发有够亮，闪闪发，闪亮像个钻石，闪亮像个钻石。哦。米酒要先下吗？要下多少？
唱一下现场夫妻的，等一下再唱，我们先研究一下米酒要加一丁点就好了吧，一小不用很多吧，一个圆就好了吧，一个圆呢、欸、应该是吧，他那太多了吗，太多了吧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，啊好，因为米酒会蒸发嘛，酒精会蒸发，应该叫这样应该 不为过，哇谢谢 N2， 对，然后啊好久哦，好烦哦，对啊，煮鸡汤都好久，然后去餐厅吃一吃就好。啊，我的红红的是因为我们刚上节目。为什么大半夜要煮鸡汤呢？因为肚子饿。嗯，不要倒太多，半罐那太多了吧？半罐，太多了吗？真的要倒半罐吗？所以我这样，我们四分之一不到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吧？腥味。我们十分之二。它可以加一点，因为煮久了就没味道。等于五分之一，滚了再下。他说滚了再下，我们还没滚。滚了再下，没关系。我都下了，你跟我讲这个。好。啊，如果要煮，用电锅，你们两个吃的没有吧？我们煮。等一下，临近他们回来，要在房间，然后所以大家可能就回来会看到，然后不一定会吃。米酒要煮开，不然味道会重。要煮开不，对啊，米酒要煮开，不然味道。所以先放啊，不是吗？哇，吃宵夜好。嘿，所以每个人意见都不同，怎么办呢？胖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老田真的有瘦了。杨浩宇，哈哈，真的有瘦了吗？嗨，好。快点，吃完可能就没有胖。快点，赶快去买我们的专辑。我们还没出。预购，赶快预购那个集资，那边有。我们里面大概有几首歌？你觉得？我们要出三首歌，但是哪三首歌就不跟你讲了。对啊，一首是夫妻脸啊，啊，应该是是吗？应该是啊，哦，应该是。对啊，是啊，不一定啊。谢谢你们到我哥的店开真的吗？不会，去预购，我也有参加集资，赶快去集资。圣诞趴是什么歌？啊？圣诞趴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上次跟群人他们一起的、啊。哦，意大利面啊。嗯，开大火要大了吧？最大了，最大了。有啦，开始有水滴了，啊，水蒸气吧，水蒸气，对，有啦，感觉它蛮不错的，它蛮紧张的，一直在冒。水先捞一捞，酒再加一碗。专辑当然是老田啊，可以唱夫妻的，等一下唱，然后赶快去订购我们的专辑，可以订多一点，让我们集资能成功。集资，大家不知道我们集资的事情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水雾可以加冬粉、嗯，我们没冬粉啊。我们不吃冬粉。老田买了面，好像要加面的意思是。加面，但是最后再加。他说水，他要捞一点出来，然后加米酒，要吗？我刚才就讲了，你就说不要，不是要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会煮鸡汤吗？可能吧，不清会清楚，但是这就是你煮的、啊。你先说你会不会？你想煮给我吃？你先说你会不会？还 OK 吧。好，我捞出来、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家对不起。一不专业的，哎、欸，滚了耶！滚了，哎、欸，滚了。上次真的没很滚啊。哦哦哦哦，好，先捞一点起来。三十二万。没有啊。小的吗？还是？没有，我在想要把盖子放哪里而已。那时候可以再加进去啊，对不对？四八。哦。哇，真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叫你啊，老田叫你，但不是老田叫。谁蔡明康。好，蔡明康。Zwell 叫过了，滚了。陈继廷。Hello， 周玉林。谁？你到底在叫谁？林墨金也进来看了，嗨。啊，我们明天会出一个很特别的影片，然后很多人就参与在里面，所以晚上要赶快看我们的影片。我们会放老田的粉丝团跟那个 YouTube。滚了，转中小伙，有你们记得今天煮什么？没有，我们Hello Crayley， 要顾，不然会焦掉，会焦掉。好，那我把它拿来。要滚哦，气感球好漂亮颜色喽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要加味精啊？不然怎么吃？不行，我们要健康。那我的另外自己加。不行，还好喝吧。我们健康。欸我们健康，那盐要加，盐海盐要加。等一下，现在还在熬炖哦，应该是还不用加吧？啊，那个包可以丢掉了吗？它一直不行了，要让它煮啦。它一直浮起来，就正常吧？确定吗？嗯，不然呢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
Winshaw 叫你说你叫他叫爱玉，爱玉，爱玉鸡汤块也不错。啊，我们没有鸡汤块，我们有鸡汤块，我们就不会煮鸡汤了。鸡汤块我们就直接丢下去煮面就好了。对啊，像今天那个，啊，老田说要煮给我吃的啊，煮好，煮真材实料一点。就是今天是愚人节特别计划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说要加酒，你要加那么多吗？比较好了啦。他要加一碗呢、欸。等一下等滚了我喝看看有没有很重的酒味，因为。因为我怕酒味，你要说酒味太浓很，吃个香菇鸡汤500多了，对啊，很不舒服。嗨，要看我们影片。那个包什么啦？现在那个包，他说现在丢会没有味道，继续熬。哦，你们就要切一块？没有，我们整只鸡把它丢下去，我把头切掉。我们，对啊，整只鸡比较有厉害。熬全鸡。他说那个是很厉害的鸡。他说是什么黄金？黄金，反正包装很厉害啊。对啊，包装包得很厉害，很棒，看起来就对啊，说哦。然后一只就500-600，不知道是贵还便宜。但是那个 Costco 烤鸡好像才100-200。Costco， 我就喜欢念 Costco。Costco， 如果有腥味在家，要用筷子戳鸡，还没那么快吧？它还滚，好烦哦。小文哦，小文不会煮，不会煮，因为有中药材，所以盐最后再加，不然会苦哦。哦，好厉害，聪明，我们家那我们家海盐 OK 吗？啊，这样好想先吃牛排啊！你要煎吗？没有火啊，我电磁炉啊。啊，不要，不要，你要火比较好吃。因为火烤牛排，你有听过电磁炉烤牛排吗？那也是卡式炉烤牛排啊，但是它是火啊，烤不好亮。对啊，哎，我们跨年可能在台湾跨，开看看。我们跨年不是可能在台湾，是一定在台湾跨。哎，我们是在哪力宝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台中我不熟。台中跨年，我们在台中跨年。对，如果你们去台中跨年，鸡里面有加饭吗？没有，老田说他要做猪。其实我鸡里面本来想加一点，加一颗蛋在里面，加这个面的。但是后来觉得好像三句，三句太麻烦。不是人参鸡汤，你还加人参鸡面，会不会很怪啊？满满的人参。卡斯鲁第一次看你直播，你们多大了？很大。嗯，等好久了。我们这个其实本来要拍成影片的，因为这样海盐可以沾鸡肉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快转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就可以这样，一小时过去之后，因为直播要不知道煮多久，所以。但老田说他想要直播看看。本来想要做影片。可以清唱夫妻脸吗？然后你们要听夫妻脸哦，那我们来唱一下好了。台中哪里？应该是力宝吧，我也不清楚。台中有哪里啊？应该是力宝，或者是体育馆。嗯，然后。那我们来唱夫妻脸给大家听，那我就帮小燕唱咯，因为那时候是我对嘴的啊。所以你现在要对嘴吗？没有，我要唱，我可以唱吗？你唱啊。力宝没错，哎，你们怎么知道是力宝呢？上面有写吗？鸡要先蒸熟哦，来不及的啦，没关系。我们就是洲际棒球场，不是吧？为什么不唱？我们要在台中啊！人参不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人参为什么不塞在肚子里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是人参鸡包。对啊，它是包啊，怎么塞肚子？没关系，我记得是力宝什么第二停车场什么的，因为我有看到顽童有坡，有顽童耶，是顽童，你知道的。然后就有那场上面有写林静跟小 A 啦。会，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。有节目表了，真的假的啦？我都没有看。真的假的？你可以 PO 给我看吗？好，我来唱歌。他们说你和我很有夫妻脸，小猪我都长在嘴角右侧边。哦，那我要唱小燕的地方，一片一起合影的相片，犹如13多年的兄妹。他们说我和你很有夫妻脸。笑起来就好像扒开他说滚到没汤要加刚刚的汤，还没啊，但是我要菜还没加。长的鸳鸯现在落小叶。对，我自己唱的。看一场精彩的烟花表演，爱闪烁在这灿烂的瞬间。眼神是闪电，触动心弦，也许是宿命中注定的缘。这一场青春热闹的画面，一声声烙印在彼此心间，
眉目在情缘不断蔓延，幸福的感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发现我的女音唱好怪哦，好怪，唱熟悉当他们说你和我恩有夫妻恋，笑着我都站在最头的车边，翻开回忆可以一起喝一个香槟。我觉得我的女音很怪，我奶奶多年的兄妹，他们说我和你恩有夫妻恋，笑起来就好像花开的春天，珍惜每一天，如这是戏般缠绵，这段缘要羡煞多少夜。嘟嘟嘟，那可以那个了吗？啊，总共给你六八条，可以。啊，加高丽菜了吗？高丽菜可以加了吧？还是鸡汤鸡要很久啊？啊，可以加了吧？让它出水吧，是吗？人生会有这种。假如说你和我恩有夫妻恋，笑着我都躺在嘴角右侧边，翻开回忆片，一起合影的相片，犹如失散多年的兄妹。他们说我和你恩有夫妻恋，笑起来就好像花开的春天，珍惜每一天，如这世纪般缠绵。这段缘要羡煞多少夜，这段缘要羡煞多少夜。有人说蓝少把你的麻油鸡吗？蓝少，对，我们就是因为今天吃了麻油鸡肉，因为才吃一小口，对，那个真的是不够。那老田就说他想要煮鸡汤给我喝，对，就立马冲去买了鸡汤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刚刚吃麻油鸡，然后没有人参，还要买人参。哎、欸，他跑出来了、欸！好了，他说可以加高丽菜了耶。哎、欸，我要让他去吐沙吗？他跑出来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加高丽菜，因为养生嘛。应该要加了吧？因为他刚刚有加高丽菜跟那个。那个药包怎么都没有？哇，那个烟，你看那个。没有，他继续用啊。那个云呢、啊？那个。他继续用啊。啊，高丽菜先加菜才会甜，汤才会甜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要加了，正解无误。正解，所以汤包那可以拿起来吗？不行，他说要煮久一点。他刚刚讲，刚刚人家说不能拿起来。啊，但是我觉得它好占位置哦。没办法啊，所以我们要买更大的锅。而且鸡太大了，我们应该买半鸡的。烤半鸡。烤半鸡。哎，所以现在拿起来，先放那边锅子。先放那边吧。太远了啦。啊啊啊！啊哇，现在好，这个鸡感觉好好吃哦。好，我们加菜哦，好一片，都加进去啊，要加多一点，因为它但是放不下、啊。没有，它放一下它会消失。它最好会消失。真的、啊，它会变很小、啊。我每次买这么大盘高丽菜哦，那菜不是，然后看它煮煮就变一小盘而已。那菜里面不是含水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所以它会甜啊，它甜会跑出来啊，应该。不是、啊，那你拿着筷子。它刚刚它刚煮那么大锅，它刚煮那么大锅。才那个，不用筷子，不用筷子。好，你用手吧。你那么少、啊，等一下还是埋下去、欸。你看它这跑出来嘞、欸，抽蛤蜊。不是啊，重点是他们也看不到、啊。可恶，帮忙拿下来直播也看。可恶，好好，好喜欢好好，拿去回留言好了。啊，老田要专心煮鸡汤了。我们头发菜要让汤，高丽菜会说对啊，醉了我。你们头发像红萝卜，蛤蜊放下去它会更咸，不是要最后才用吗？你们应该买鸡块，全鸡太满了。啊，对，应该买切好的。我们就想挑战全鸡。汤包味道有就可以捞起来，因为没有材料包。我们没有喝也不知道有没有味道啊，还是可以喝。不要吓他。想看，想看，我最近其实有偷拍杜鞭子们。到医院那边的时候，我们有拍个广告，然后有可能有机会。在跨年有机会可能就跳，这边哎，跨年会转播吗？好像会吧，是吗？就你们可以看那个台中场的直播场，然后对，那刚才说有那个什么行程表还是什么？对啊，他通明，他都给我们。药包可以起来了吧？药包还没啦，蛤蜊吐沙了没？吐了一点点，那继续吐吗？药包可以，要让他继续吐吗？还是让他再吐一点？你又没有放水，怎么吐？那我去放一点水让他吐。行吧，药包可以起来。为什么要包可以剪哦？我就放点水给他吐好了。不是因为节目我们要拿麦克风比较，不知道怎么讲的，要抢话那些我觉得好累哦。刚
然后你吃下碗汤。那我先把它盖起来。要是什么？要是吐沙还是要拿起来？当然吐沙啦，放盐水哦。我要我有加盐。你我刚刚给他吐沙一下下。我刚带他回来的时候。要包不请他出，为什么你们都好厉害哦？你们为什么都那么会煮饭？其实我们班有拍那个，太多了吧？就想说多一点啊。他会不会直接喷到我们？不会吧？有吐泡泡了。吐泡泡了。好，那就先，但是。在大火吗？小火场大家都不用睡觉。耶，哇，菜太少了吧？不加了。等一下嘛，就放不下哦。这好像在开，哦，对，没错，是直播，没错。对啊。要盖哦，不然看我们要盖啊，有盖啊。不要用了，用啥？不要用了。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中小火，我们现在已经算是中小火了。嗯、对，中小火、啊。卡斯炉快没有了。嗨，高厨手，赶快哦，这是我们新歌哦。腌过就好。什么腌过就好？不知道。肚子闷滚啊，好饿哦，好饿、哦。闷滚，那你的面要下吗？还没啦，你面是最后才下。不要急，应该先把鸡汤拿起来喝 ，OK 呢？不要急，那煮的感觉好。面不用吃也没关系，因为面都是淀粉，所以。对，胖啊，你还买？大，之后可以煮吗？为什么要现在煮嘞？明天早上鸡汤可以。再把面下去放啊！嗨，啊，煮鸡汤好久哦。菜腌过是蛤蟆要盖，还要盖啊？真的假的啦？蛤蟆为什么要盖？它刚刚已经吐了、啊，为什么要盖？为什么蛤蟆要盖？哦哦哦！我要试喝吗？哎，你没有加盐哎、欸。你蛤蟆也没下，还没啦，那不算。蛤蟆最后下，不然他等下煮一煮，从这样变这样怎么办？好，高丽菜啊，先打开，先打开，所以就先打开，直接打开，乖乖就可以，赶快就消失了。对，然后动一动啊，让它那个，你不让它动一动吗？因为它汤包了，啊，椰子汤包的那个上了。我觉得要包，我要把它拿出来，我觉得它好烦。这么快吗？我觉得它好烦。我单纯看他不爽。啊，你先拿出来吧。反正我这么快吗？我没有很想要吃那个人参的味道。放在一上。只是想要，好像很健康的感觉。你看那药包那么黑。不管了，就这样了。啊。好。那药包出来之后，这个什么？他继续煮了。红枣吗？还没打开。它会打开，它要变蓬，它已经，它不会，它会啦，它会变蓬啦。啊，你人参鸡包就放弃它那个哦。你要的话，我可以送你那个人参鸡包，没问题。可是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啦。我要戳那个鸡了吗？嗨，嗨，罗凯，罗凯要不要来吃？要不要吃老田做的人参鸡、香菇、蛤蜊、高丽菜、好复杂哦！不是我们不想煮东西，是，怎么说？不是这样说。你知道，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家人就跟我说，千万不要一直去外面吃东西，有空自己家里煮没问题。你看这样煮，谁会想在家里煮嘞？而且要煮好久。哦，有个香味哦，有香味是不是？香味扑鼻又超好吃。那蛤蜊要下了吗？还没吧。这么久了，我们直播多久了？这个汤还没有回去啊。三十分钟可以加了吗？三十分钟了吗？对啊。那你先看回应了。啊，可以加了吧？
可以的话把鸡剪开。不行，没有东西。要戳啊，戳它，戳它，它有人刚刚有招说要戳它，可以戳戳戳戳鸡，慢慢的煮吧。哇，太下了，调味一下。啊，大家讲法都不一样。要加味精吗？不要。鲜味鸡的原味，哎呦，不要，它可以不要，天然鲜鸡耶，真的不要。那我没有说补菜要好买，就炖、蒸、煮，煮就算了吧，算是吧，算了。菜盖住了我的鸡，来吃啊，吃它。看是不是进去？好，来了，我们要刺激喽！最强之矛。哦，哎，吃进去是可以吃还是不能吃？可以，是吧？是吗？是吧？嗨，叶伟轩。然后戳鸡是可以，为了让它加它的味道，是吗？他说的，我也不知道，真假的啦，就像戳香肠一样，是让它油漏出来的啊！他喷油没出来，谁喷油？哎呀，哎不对，没有要戳了，我看没看过这样戳的了。刚刚有人说要戳，哎，这只是戳，只是那个吧，戳只是那个、啊、戳鸡。你看铺云说戳鸡，哎，我等一下我去问一下。是啊，就是软，它很容易又刺破了，哎。然后它就有白白白白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脂肪吗？啊，有那么快就煮好那只鸡吗？那我们先加点调味吧，呵呵，呵呵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加蛤蟆就不用加盐啊。因为我们上次第一次那个，第一次那个什么啊，直播那个什么蓝招，哎、欸，你们会不会全部都淹了、啊？好好，没什么大差别。刺深一点，我直接刺穿它。就有一次我们煮那个冲上地铁什么锅的那个，哎、欸，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刺穿呢、欸。嗯，有骨头吧？啊？哦？哦，但是它怎么感觉红红的啊？哎，算了，再让它煮一下好了。呵呵，感觉没那么简单，辛苦妈妈了。会啊，会在力宝跨年，我们可能会害陈静怡玩，我们可能会什么啊，可能会在力宝那个上面表演唱歌啊，唱歌之类的，因为林静怡他们有新歌，所以会在跨年的时候在台上唱歌，这样。头发好好看，谢谢。要不要回来吃？不知道，还是林静他们只是那个随便说说。谢谢舅。哎、欸，好滚哦！我不会念你名字哎，那个子。那先我要不要帮你试喝？我就可以帮你试喝。紫薇啊，好多水。我会帮你试喝，看看那个。你要喝了吗？他说可以先吃菜。吃菜哦，那蛤蜊可以帮我盖起来，你帮我拿起来。蛤蜊可以放了吧？等一下，你先喝刚好。蛤蜊可以放了啦。哇，你看它好像火山在爆发哈！嘣嘣嘣嘣嘣！我一听就好了，我就试味道，没那么多干嘛啦？我试味道呢。我知道为了你要喝啦。我们还听到他听的太多了啦。不会啦，我要试味道呢。整锅多少？味道那么多，那就喝嘛。紫薇对。没咸吗？没咸。不是啊，我只是说味道有没有药味啊？紫薇晚安，关小火，现在是中火。好吗？中火啊，小火感觉要煮很久。大火啦，不要小火啦。啊，火灭了，火灭了。大火才对啦。
因为我们这只卡斯鲁大火就算小，那中火就好了，中火就算是小火了。有没有想过来马来西亚玩的？我们去过了，我去过了。哎，加，我在蛤蜊，那么快吗？再加那个，哎，味精要加了吧？不要味精呐、啊，真的不要。那你要加盐，盐要加吧？啊，加这个就好了、啊。我加看看，加那个会不够啦，相信我。我胖虎 A 啦，林静朱一喜。太咸了哦！不咸，不咸，哪位是不咸？不咸。蛤蜊要去水龙头把沙仓冲掉。我去用。你再给我一点。吕静涵生日快乐！你再给我一点，涵涵。嗨，朱子，你终于来了。一小匙，半匙就好了，半匙。帮我开啊！你帮我开一下。我帮你试喝你的鸡汤。拿去。盐给我，盐给我。我认真觉得那个香菇可以再放。好啦，我就不吃香菇了哦。拿去，香菇都你吃啊，又没人跟你讲。盐不够吧？那么少、欸？够啦，薄盐你要多盐。香菇都下了，真的，那味道出来好了。香菇味很恶心。那就不要，这还好吧？这种香菇，啊、这不是吃香菇。我好像撒盐撒太多了，这个怪怪的，香菇味都很臭。哎，汤开始跑掉了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这个我一口看看。等一下啦，又刚下去，你是在汤一点点好。你把这个可以一点点，不要捞东西哦。我再拉下去啊、哦。然后可以吃了。他们是说鸡肉可以吃的，啊，他说菜可以吃的，菜可以吃啊，香菇不好吃，老田不喜欢吃大香菇，因为那是盐含盐的那个，那个一个菜，我帮你试菜可不可以啊？菜一定可以啊，自己想吃就真的想吃，那边试菜，试菜一汤嘞，耶、yeah.。啊，我们不想加味精啊，我不想而已啦，他可能很想。因为有一次我们煮那个什么，就是什么冲上地铁什么锅，就是完全不加盐。但是他之前加很多东西。然后我们加了蛤蜊、虾子，然后什么鱿鱼哦、喔，不是那什么花枝啊。但是我们没有这些海鲜啊。对，还有番茄那些，就有自然的甜味跟咸味，因为有蛤蜊。然后那天就没有吃完。然后隔天胖虎就把它加味精，就把它吃完了。我就觉得，我就要加味精。对啊，加味精很不健康哎。平常在外面吃饭就一堆味精了，你现在加饮料就自己煮，你还要加味精，那你干脆不要煮，是不是？菜加蛤蜊就是天然味精。蛤蜊还没加，我先冲掉。你先冲掉，然后我先把菜全部加一加。好。然后林静他们到底要不要回来？我看一下，很想不回来了，只是胡乱我们。是啊。呜呼！可能。啊，你菜好麻烦哦，以后还是外面吃。我都要讲第几次？但如果，什么东西，如果一个朋友去你家，你还是可以煮啊，我觉得，毕竟这样比较欢乐，而且这样很好笑的感觉。好，再，就等他五分钟好了，我觉得等了五分钟我就要吃他了。翻鸡吗？要翻哦。看看，翻机，哦，秀，我看他们要不要，
谁？哦，耶，翻完了吗？好、啊。哎、欸，鸡屁股哎、欸，它现在很容易戳进去，是应该是好的吧？屁不要，来口肉。哦吼！好，二叔，明天记得要看好出席影片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吃了。哎、啊、好。二叔要加味精。嗯。还再加一点盐。盐不够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当。我再加一点盐。这个。啊？这个？还是蛤蜊要先加？肠胃炎的时候看着很痛苦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吃完狗泡也会肠胃炎。好了，不错了。不要紧。啊？帮我尝一点。你洗澡，我不要给他。可恶！可恶！哎、欸，真的没有人懂那梗的样子。对啊。但是我在回留言的时候，我有回可恶，还有人说浩浩哎。好，我们认真再等他五分钟，然后就加蛤蜊啊。哎、欸，那这个汤怎么办？啊，加进去啊。现在吗？嗯。现在吗？对啊。啊！你盐够咸了吗？有啊，我有一直戳它的啦，你不要一直叫我戳它。它肉可以吃了吧？那是玫瑰盐吗？对啊，欸、加玫瑰盐可以吧？好，管它了，我把它汤干掉。好，好，一看就突然没滚了。它放到最大了。香菇有点多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吧。我那我吃一点香菇看看。等一下，我等它滚。因为我刚加汤，所以等下滚一下再丢蛤蜊好了。我帮你吃香菇看看。等一下。可恶！我也还没吃完，吃一小口肉，你那边急什么？可恶！有人说胖虎比老田会做菜。哈、啊。香菇不好吃。蛤蜊要先。蛤蜊先，蛤蜊，他说蛤蜊要先。不是，我先蛤蜊，我要加蛤蜊了。对啊。有人说要加，先凄凉甜。呵呵。蛤蜊要先，蛤蜊先，蛤蜊要先。嗯哼。好，等它滚就可以吃了。我觉得。我们两个说的不算数，我就让我们要给他四盒。谁给谁？现在我们宿舍有 A 啦，因为大家要出去玩了。嗯，好，我们现在直接 call out，call out，call out 谁 ？call out， 被徐梅。但是他还在摇盒啊，刚刚讲了。他是哦。对啊，还在吃面。什么时候讲的？感觉就是唱不清的，好，我们再唱一次不清给大家听好了。我们在等待的时候，啊、唱 是这样吗？香菇很好吃。我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弟弟哦，不是了。我们再打给，我再打给林静。我要找林静，怎么会是龙轩哦？不要。为什么你们在吃面？那你可以帮我外带一碗吗？外带一碗。没有啊，还在煮。你看在这边。只是加面好像会吸汤。所以我们想吃阳春面，直接叫外卖。啊。干的。干的，因为我们有鸡汤。那我们直接联系那边视讯。来来来，看一下。哇。哇，有什么面？什么面比较好吃？啊。那是那一家干面吗？干面比较好吃，对不对？哦，怎么了？哦，那我要干面。拿什么东西？干面啊。我说你现在拿什么？我说你要回他们啊。哦。好，那、啊、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等下吃完就回去了。好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因为汤好了。可以干面一个吗？你要吗？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哎、欸，现在是不是刚关火了？还没啦。不用不用不用。好，这两个干面啊。
好，谢啦。拜拜。我们鸡汤配干面。大的小的。大的好了。小的就好了。小的小的。一大一小。一大一小。对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来唱歌。筷子不要盖紧，火太大了，滚了滚了。那可以吃了吗？我要来试味道好了。他不是说唱歌吗？然后边煮，还要煮拉面块了，我觉得。先拉门。蛤蜊还没开了。蛤蜊没有这样冷的，会蛤蜊会开的啦。蛤蜊开了、啊，还没圈开啦，是吧？就想吃到这样。对啊，还没开啊。有没有那么饿？哎、啊，你这个蛋要干嘛？你打煎蛋给我吃哦。没有，我本来蛋要塞那个。啊！打开直接打开直接打开直接开始放给它煮好了。还是要再加点啊？要不要再加点酒让它那个？哎、欸，对。然后有人说要加半，一碗。不然你刚才喝汤喝怎么样？就是咸度没有啊，你那汤包太快起了，不是啊，汤包也不会咸啊，会有味道啊，它只是一个味药味。他们说，我想看你自己煮的，够咸吗？我超咸，屁啦，我看看。太咸了啦！你是没有搅拌哟？有啦！哦，整个咸到分手哎、欸！哈？汤哎、欸，汤啊！我觉得你是不是吃错了？你 是吃到刚撒在上面的？不可能吧？我怎么觉得是无味啊？咦？嗯，好，我刚才吃到盐，对，好，对啊，所以不咸了，要加一点，刚才加太少了，不会啦，香菇可以了啦，我就在家里要起锅前把它加进去，不会啊，有，有啊，拿香菇给你，菜给我，好，要不要加盐酒？嗯，试试看。不够咸，完全不咸。有咸啊，只是菜都是香菇味，好烦哦。不咸啊。咸啊，那你等我吃完自己再煮，再加盐。味精不加吗？你可以回家他们吗？你都不回他们，现在是。你都不加味精。当做吃宵夜，就不要加味精哦。不要再加盐了，他的盐不要加太多，但。对不对？你没有咸、啊、是怎样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刚刚那个什么？哦，我刚才因为盐放在上面，然后我可能没有搅拌，然后就可能在鸡的上面，然后我刚好下去，算了，不在我的，先等一下再喝啦。不相信，还是说加盐的？对啊，这不咸啊。不要。老田煮的是清淡风。是大半夜吃那么咸是怎样？那个鸡好美哦、喔。美鸡开很多的鸡。现在要干嘛？还要吃菜啊。我自己的碗里加一点盐看看好了。但真的太咸了，我觉得。是吗？还是不能加这种盐啊？其实。加酒是不是要再煮一下？如果加酒的话。有啊，你加了吗？没有，不想加。哦，好。你干嘛？吃再一口汤看看，好，谢谢你。香菇，香菇放过去那边好。啊？对啊，比较养生啊。拿汤罐。不是啊，完全没有盐啊。它盐加太少，因为它是用那种撒的，你知道吗？屁呀，撒两次了哎，哪里没有盐啊？没有咸，真的没有咸。也有咸啊。那个吃的都要洗肾，我跟你讲。不是觉得这样好像很过分，大半夜开这个直播。我觉得不能用那个盐。为什么？要用普通盐。为什么？好像不对。等一下会越滚越咸。哦。没去皮的鸡，对啊，没有去皮。要去皮吗？不会吧？那我再把我的汤倒回去。
啊，这样可以吃了没有？对啊，我也是想说胖虎，就我吃完，然后胖虎自己单独在自己加盐，整锅可能都是盐。哇，整只鸡。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煮饭，之前有煮过在那个，在一部还没上映的影片里面。我不相信，我自己加我自己的，变很好喝，我就告再告诉你。玫瑰人是用来加牛肉的。对啊，所以不应该加那个。但是，啊，对，我们有一部，但是它不会那个吼。嗯。那个，不知道，对啊。它不会有啊，好烦哦。偷加一点，变好吃。其实我觉得咸度够了啊，下次用木炭应该煮更久，你知道他们野炊吗？嗯，对啊，那我先把鸡砍开、哦，变超好喝的。你的盐是加错了，相信我，你喝我一点点。不要，不想凶塞。嗯，好喝但是不健康。哦，变超好喝了。说真的啦，如果林青他们再不回来，我真的把它吃完了。哎、欸，应该是吃不完啦。嗯？啊？去！我们等一下叫 Ella 试喝看看。我们让 Ella 试喝我们煮的汤，不知道她敢不敢喝。怎么了？里面没熟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喝那么开心？直要大火啦！直接一个筷子喷飞，竟然还没熟，那我喝那么开心，没关系啊。什么？为什么它搅在里面呢、啊？对啊，不是啊，它让我戳破了，为什么？它没有熟，还是没有熟，还是冷冻？红红的、啊，红红的，对啊。然后有时候是熟的啊，啊，有时候它，对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剥开。要深深的，咦？我们要给观众看吗？咦，好像有点深，好。对啊，好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是人参鸡，所以它深的是好。我的屁话。那完蛋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只好先把它再继续慢着煮。先吃个蛤蜊压压惊。还是我去用电磁炉慢慢给它加热。那我们要干嘛？你要煮牛肉吗？要不要？好、哦，用小火。大火的话，没有大火啦。大火的话，外面会太干，会太沙沙。那我拿去慢慢炖煮，然后你要吃的好不好？要不要？但是牛排我就不能在那边煎呢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油烟啊。那我们要去厨房吗？好，我们先关火，先把蛤蜊抓出来，不然等下蛤蜊啊。蛤蜊，老天最爱的蛤蜊。你要吃蛤蜊吗？你先吃。好，不要酸。我有吓死我，原来是蛤蜊。嗯，吃看看。不知道蛤蜊有什么好吃看看的。嗯。好了，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把鸡切开啦。对啊，完蛋了！而且蛤蜊现在也捞不到了，我有点……哎、欸，刚说完就怎么办？我们这只算是失败，没有失败，还没煮完啊！还没煮完，这是安慰自己的话。咦、欸，蛤蜊拿出来了，还是我把拿去？不是，我们要先吃蛤蜊，蛤蜊鸡汤先吃蛤蜊。嗯，烦哦。嗨，黄继奇。有啊，我们我说什么？鸡戳开比较容易熟。操控吃饭，对你们现在刚才是操控吃饭没错。笑死！你们说一步，我们做一步的感觉，怎么会这样嘞？那我们慢不能让他居住，对不对？啊？那不能让他居住？因为他们说要居住，我们就要居住。就算要火灾也是要继续煮。你关火啦、啊？对啊，我觉得现在捞蛤蟆嘛，
捞完就那个、啊，把料全部捞出来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哎，紫薇不是要睡了吗？把料全部捞出来哦。为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就是把料全部捞出来，把鸡切开，这样。那把鸡这样出来切开就好了、啊。你要拿出来切，很烫啊。嗯。好，不用想了。干嘛去炖煮啊？啊，我要。不要，这样切开干嘛？不对啊，拿进去。干嘛？这样不对呢。怎么？说，快说。因为让那些香菇的那个香味跑进去，然后不要吃香菇啊，要让它煮久一点啊，才对啊。你说让香菇的香味跑进鸡里面吗？对。好，我决定把香菇拿出来。不行啊，还有高丽菜甜味也不是啊。那我可以把高丽菜继续放着，没关系。太多了啦，好，一点留一点点啦。你觉得香菇真的是恶心的？不然它好可怜啊，那给我点，给我一点。长得又不好看。香菇真的是不行，不 OK， 拿去，这锅给你。唉，好，我来吃香菇。吧，我来拌鸡，切开拌它好了。鸡发出了噗嗤的声音，真的是人？哦，今天那个蓝烧吧有点酸，有点酸。我觉得还是要加味精。啊，你自己加吧。这不是味精啊，这是鲜草手。你这里都说味精了，现在给我说不是味精。这样可以看我会骗你。哦，好烦哦，好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吧，焖着吧。嗯哼。好，我觉得我还是等一下吃我牛排就好了。我要放生鸡汤了。不是，我们没有厨房用剪刀哎、欸，我们那个剪刀就是被拿来剪任何东西，各种东西。嗯，还会香菇。什么是鸡精呢、啊？要小火，还要加水哦。嗯，啊，我是拿那日本酱来蘸香菇，日本酱很好吃。还要加水啊？对啊，鸡太不给面子，我们都聊那么久了，还给我不熟。我觉得跟他很熟了、啊，我那时候选很久哎、欸，觉得选很久。啊，怎么了？那个谁 ，Carmen Chen， 卡门，跟大家介绍这个日本酱很好吃。不要一直关火，我打好，不关火了。喝他的汤，煮完再关火。进去，加水，小火焖煮，不要太开始哦。哎呀，在房间里面可能在玩游戏。我要吃香菇。什么？有人问你什么酱？胡麻酱，其实很好吃啊，沾。生菜啊，这些都很好吃。我们这样吃东西会很快。但是我们这样吃东西其实冒着风险。什么风险呢？肠胃炎的风险。看我，你不要一直顾着吃了吧。好吃哦，你看我蘸胡麻酱。我不想看了。嗯。香菇蘸胡麻酱好吃。都香菇哎。好恶哦。我们到底是成功了没？还没。我们怎么还没成功？就在吃它的配料了。有啊，我从鸡腿切下去了。为什么碰我脸红红的？有人问。因为我们刚上节目。我刚刚回答什么东西忘记了？看一下。嗯。那鸡是土鸡吗？好像是。不是啊，它写黄金鸡。香菇太多，对，我觉得香菇太多，鸡要分开，我把鸡分开啦。请忽略再滚的鸡，好，我忽略它。等一下我把它盖好一点。呜、哦，它喷水。啊，鸡要买做好的哦。那我们想喝整只鸡，感觉比较帅、厉害之类的。直播一小时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们煮鸡煮一小时，它还不给我熟。酱泡点汤会像味噌汤哎。酱饭汤，嗯，哦，这个酱哦，哦，对啊，那个颜色很像胡麻酱，超好吃的。这汤头是如何？胖虎，解说。这汤头，
就没有加盐，没有加味精啊，怎么喝？他已经用玫瑰盐醋了，应该是啊。我都买味精给他，不要钱。他先，哎呀，他是其实百分之百鲜的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包袱呢？嗯，他就百分之百是鲜，还就是鸡尾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百分之百是鸡尾，不代表他是天然的。好吧。啊，现在不严重吗？鸡手一般成本，好吧。晚上没有吃太饱，就很饿啊。大同电锅没有大同电锅那个烟、那个云、那个雾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包袱要卸下来，所以我要变成这种吗？就变成放火了。放火不行，这样会太像放火。老天养生，老天长，我煮给你吃。好啊，好，立马。我们慢慢等好了。好，我们很饿，但是没有熟，也不能吃、啊。我们要等他们回来吗？我们要直播到什么时候呀？对，我们要直播到什么时候啊？人就少。嗯，不然那会掉。好，那我们要关播。我们先弄一碗给他吃了。你一个人弄两个碗是什么意思？不然再拿一个碗给他。啊，我觉得他加一点这个半，他会觉得不好喝。什么？我就想加你这个。不会吧？啦吧啦吧。不知道，不然我们先拿一碗淡的给他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你就先去冲一下。趁机可以用啊。然后弄汤把它弄一弄啊。就你看这个。早餐死不加味精，加味精干嘛、啊？你们这群爱加味精的人。哦，我的香菇好想胡麻酱救了它，不然会不好吃。啊，嗯，胡麻酱，我觉得高丽菜太少了。还有高丽菜吗？还有啊。那为什么不全部拿出来？现在先不用拿，先，哎呀，吃哪个部分肉啊？鸡腿吗？鸡腿熟了吗？还是鸡翅？我没有看到鸡翅的部分。你刚刚吃鸡翅。所以我们现在冲进他房间，然后说 ：“A 兰，你觉得它的味道怎么样吗？”对啊，我觉得是这个不够味道。你看这个，哦，这熟了，好。我觉得这要加一匙味精给他，这不是味精，是调味料。老板，你呢？怎么了？我好烫。为什么要我拿？你拿。哦、啊，我就不喜欢吃香菇美，奇怪。你煮的要给人家吃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它漂移，你在干嘛？翻面啊，不然它太久不翻面会很像植物了。为什么要翻面？你就觉得还要翻面一下就对了。你看。哦，那个没怎样，是没怎样，我只是随便说一下。你看，你看那里哦，小鸡哦。为什么？哇！咦？哎？哦？这个颜色是？要再加水哦，可以再加水，那就直接再加半个啤酒。不行，好饿。太熟了，应该熟了，我帮你吃。好、哦，你知道给人家吃还是自己先吃？嗯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是要？怎么弄啊？对，哎呀。哦，你要一片一片剥开。弄不下来啊。我们那这个怎么办？汤要那么少，继续给它滚啊！哎，再加半个米酒刚好。哎、嗯、呀，不是喜欢喝米酒的吗？先这样好了，先测试一下嘛。先测试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先放一边，然后叫鸭算吗？还是怎样？嗯，我们去突击他吗？确定吗？看你啊。看他没穿衣服怎么办？这很棒啊！
好，那你拿摄影机。好，我再吃一口菜，等一下。那、啊、你先去拿那个。好、哦，算了。我再吃一口菜。但是我的那个鸡腿我把它弄不下来，怎么办？嗯，好。汤还那么多耶，这样算没了。算没了，加半，再加米就好了，一半米就不要，还加水。加点矿泉水啊。啊？可以。这样味道会更淡的。加酒，加酒。好，半瓶吗？再一点。好。林静他们到底要不要回来？我小火了啦。加水，真的要加水。好，加水。加，我就要加味精，真的比较好喝。不要，那不是味精的调味料。你就一直讲味精，老板。好，这么少啊？啊，很少吗？那太少了啦。哦，还要加大概三分之一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然后把那个包可以还他了啦，那个包，那个脏的人参包，算了。好吧，加到盖过鸡。你说水吗？但不会。没味道，不要啦，不要加很多。半碗就好，水淹到鸡，盖过鸡，盖过鸡。哎、欸，你有两次我看到了，周娜丽，周娜丽，听起来怪怪的。你拿个筷子给，你的筷子给，还好的。拿个新筷子给他。好。不要，不要什么。八，嗯。九泉蟹。真的假的？不要盖盖子。这样我很九泉下，我很两难。还有九泉下吧？是吗？啊？你九泉下？你要还要下去吗？不知道哎，他说要把我回去吗？我帮你处理一下。这样确定还下去吗？可以啊，因为这个是那个、啊、食材啊。我要吗？水啊，水加鸡好，我们加好吧？那我要再倒回去吗？这个？什么？不要啊，不要啊，里面有壳哎。啊。那就处理了算了哈，不要。啊，药包不要进来。好，我帮你，药包帮你处理掉，要不要？药包要进来啊。好，那把药包拿起来啊。好好好。快点再回去，让他回家。一个乖的。药包回来。那酒要再加，酒要加加掉哈，还是比较好。啊，这是这个。不要好了。我不懂啊。算了。他说酒全加，有人说酒全加。酒还是不要全下哦。盖过期了吗？还没、欸。盖过期就又满了、啊。对啊，不对啦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放着，我们先不要移，好走。你家都煮全酒，我觉得你家口味比较重哦。盖过期。好，那有盖了啦。这样没有盖，所以我决定盖过期了。耶、yeah, ，不是、啊，那就不要这样盖过期的，让它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放着，我们就让它慢慢煮。好，那我们去找一下。筷子，筷子，卫生筷。啊，卫生筷。嗯，不行这样啊。要环保的，那要你来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行动喽。他说酒泉下，然后让它滚，然后又会甘甜，然后不要盖，然后会这样子就不会有酒味。怎么可能？上次那个网红哥是。都是酒味啊！但是他加整罐，然后而且还没有煮。他说酒泉下不是整罐意思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没有煮，时间够啊。对啊，半酒半水。啊，你就全下去了啦。因为我记得我吃姜母鸭是全酒泉下。有放姜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弄人参的那个东西。你酒要全下吗？不要。到底？全酒煮，你们都说全酒煮，有人说这样就可以了。很烦，我很烦。全酒好全家啊，全家比较香。没有，我不是大火，我现在是小火。那大火煮吧，然后让全酒下。没有，我们现在不在客厅，不能大火煮。好，好，走，我们去找一下。那我们现在看，我觉得 Ella 不会吃完。老婷，你有把握吗 ？iPad 在看直播。iPad 在看。Ella 的房间。Ella，、啊、门没有锁，难道是密室杀人事件 ？Ella， 你要吃鸡汤吗？鸡汤。
在直播啊？嗯。我们只是要你吃一下味道而已，很好。哎、欸，快点拿饭。老田煮的鸡汤到底会不会被接受呢？就 AR 为了节目效果说，嗯，好喝。你要先吃鸡腿肉，不能先吃鸡胸肉。OK 啊 ，OK， 好，这蛮清淡的。哦、好，蛮清淡的，是不好喝，对不对？太好喝，不咸，就不会那么咸啊。所以你要吃咸一点。好喝，这样是 OK 的、啊。只是你喜欢吃比较咸一点这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好。那、啊、真的，对这位厨师直接讲没关系。就真的不会啊，就是刚刚好、啊。好，那个就给你吃完了哦。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什么？啊，林静呢？林静还没回来，他们在饶河夜市。好，所以他吃两口，意思一下嘛。所以没关系。所以有没有成功啊？到底？我们回来架子上，一休一休。这俩房间好像对啊。哎咻哎咻，突击他们的。回来，斗阵特工是什么？哦，他玩的游戏吗？不是吧？啊，真的不咸吗？你们怎么到底吃多咸啊？对啊，没有咸，我觉得我就要加，要不要？我觉得很咸的啊，我觉得也没有很，就觉得 OK 了啊。离饶河不近，一段距离。你要不要加两盒吃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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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脸也不要，不要，等下等林静回来看。林静还有很久吧，我都饿死了。嗯，好像这里有点不咸。对啊，就真的不咸啊，不相信我。但是，啊，真的不咸啊！我的筷子掉了，掉了。讲过话了吧？可恶！老天煮的。哇，我们要煮多久呀？我就是要加盐呐、啊，相信我。我上次煮蛮安全些，虽然都是烤焦的感觉。那、哦、好吧，盐。那个啦。不要啦。那我要加这个盐的。啊，我们刚才就加这个盐了。真的吗？好了。还是这个盐不能加哦。这是牛排用的吧？粉红盐。还是 Google 一下吗？还有些什么可以弄吗？啦啦拼手什么？It has a pink red one， 完全没写要弄什么。所以要加，可以加玫瑰盐啊，这是玫瑰盐吗？他说可以加玫瑰盐，对啊，这是玫瑰盐吧？他写喜马拉雅山。有人说可以加玫瑰盐啊？有啊，那再继续加点玫瑰盐啊。有啊，我刚才喝汤就觉得有点小淡。海盐比较好，我们有海盐吗？没有，好，没关系。对，这也很健康。我们刚加多少酒？全到了吗？啊、全到。我说酒了。酒到了，嗯，酒没有，酒到半罐啊。够了啦。够了吧？应该够了，因为我们不要喝。好、哦，我觉得林静他们回来了。是吗？帮我拿起来。哎、欸，听到林静他们的声音。然后老师在笑落面。好、哦。我还在直播，你看看。果然是林静他们呢、欸。请问是唐立奇吗？谁？这个好。你过来帮忙试喝，快点。他就是唐立奇的那个道具。对啊，这个道具。我们现在来快喝啊！快喝。好香哦。快喝，快喝。好喝，好香哦。好香，然后不好喝这样。好香。应该是不至于吧。不要加味精，不要味精。不要味精，这是你的。对啊。啊、欸。啊！鞋柜要倒了。哎、欸。应该是盐够了啦！哎，他们的食物呢？不会在饶河吧？不会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吃？好，你们要不要喝啦？快点！要啊！不然我要自拍一下。哎，这是新的，这好酷啊！可以洗，可以用一阵子。我那就用法了。那个光圈要多少钱？我不知道。5000吧。我们先合个照哈。我记得5000-6000。怎么有人在讲话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在自拍。好，
来，邻居帮忙喝，你到底是想帮我喝是不够咸还是太咸？对啊，住在一起就很热闹，很吵。你在撒什么盐？玫瑰盐撒鸡？怎么了吗？很好吃。我要看一下做的，哇，原来这只没有路径啊，这边帮你瞧一下。好像来唐老师的那个，这边好吃。对，我们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往后拉就好了，把这只往后拉，然后往上瞧就好了。我们连直播都有导演，往上瞧就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今天还在找那个鸡是谁的嘞？没错，大家的。好好好好，我说怎么会把鸡放在那边？现在龙轩是担任洛伊的角色吗？不是，我们是连直播都要导演。要先试喝啊！我怎么演？我又没有演。我先吃面好了。我要去拉。过年围炉，对，我们要过年，我们先围个炉。林静，我们现在是喝老田的鸡汤。太强了啦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了？他在拍我们的。啊，静就在那里啊，拍他。超夸的啦！喂。快点，你要给老田。你的外套好冷哦。是冰的、啊。来，你先要喝看看。那谁的碗？就是刚刚那个装装的 ，AR 的碗，哎不对 ，AR 不是的，那个汤的那个。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你先起来，走。你在干嘛？觉得你们这画面很好。阿龙轩，你要吃吗？再帮我多拍几张，强盗。我们先去拉屎啊！林静，快来补救那汤。先去厕所。那个锅子，那个汤，快点。老田的第一次的生鸡汤。这种光圈是你们自己去花钱去买的？我去花钱去买的啊。那会很贵吗？嗯，一点点钱。五千。差不多是五千。这样你也想要买了？很值得啊，这直播很好用啊。都是没。你得买小的、啊，讲那么。因为它是那个。有大小的。就是给距离。眼睛会有光的。对。你可以买小一点的，直播用就是个人直播是小的。林静，你会觉得它也不咸？不会啊，味道刚好。不会，你还喝。那你问啥事？你也知道我还没喝。你看林静就是这么的帅气。哎、欸，老师，卫生纸在这里。卫生纸没了吧？弄光光啊。米酒会不会太多一点点？那、嗯、吗、嗯？会吗？对不对？我没看你们煮的过程嘛，米酒是不是加很多？还好，还好半瓶而已。对啊。没有网红工的时候多。你先跟我讲一下这是什么鸡？土鸡。人参土鸡。没有，这道是人参。人参土鸡香菇，你说。人参香菇鸡，菜名吗？对啊，我们没有在管菜名的啊。无关好不好喝？哎，大波姜，素光香。因为我本来还要把那个。不知道什么，就是少一个味道而已。味精。不行，加味精就不是真功夫啦。对啊，这是假的。我本来要把鸡蛋塞到鸡的身体里面。你说什么？这个里面。撒鸡蛋。因为我们然后，哇，不是啊，盐，我去拿盐。盐在那边。盐在那边应该白盐吧？对，盐不够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有在加，因为我觉得真的盐不够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盐。你要转出盐了。对，林静不喜欢这个鸡。没关系，林静要改造它了。我们有在开黄腔，是不是？啊。你都叫他们网友还是什么朋友还是？我都没有说什么什么哎、欸。要取个名字。你老天第一次。然后我就说哦，那个谁小韩说胖虎重口味，对，胖虎重口味，就是不会，我是直接讲名字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讲什么、啊，不然你就叫你的什么。叫他们净粉。净粉。我要叫甜粉。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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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粉是多老？老甜粉。那这样就没有差啦、啊。阿胖虎的粉丝就叫胖粉、猪粉，哈哈哈哈叫猪粉，叫虎粉。因为米秀是米粉啊。米秀米粉。烧粉。那白白的粉丝叫白粉。白粉哎、欸，不对哦。那玫瑰你就要这样加。哎，电量不够。我是甜粉，好甜粉，然后就啊，所以就叫甜粉了吗？对，甜粉，好，很莫名其妙的。那我叫虎粉哦。里面还是有蛤蟆、啊。还是很爱海鲜跟鸡混在一起的、哦、你好像就说把它当盐呢、啊，结果还不是要加盐。今天来烧。卫生纸在老田桌上。对啊。加的。但是，黄小晴晚安。我觉得等一下不要加玫瑰。啊。那边普通盐不对，那边。
好，等我一下，我这个它可以转。邻居要来举就真的不能用高空倾洒而已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完全不懂了，哎，转不过来。啊，怎么办？那个鸡腿我很想吃，但是它冷呢。再吃一次鸡腿。太好吃了，好了，记得多些来啊。邻居要来解救了这，那边有下雨啊。进神救援了，你可以进去啊，还是你要手持？不用。啊！你要夹鸡腿是不是？算了，夹不起来，想放弃它了。到底可不可以？为什么我的碗里总是一直有盐巴的味道？你可以撒。这是什么？刚刚的那个，但是脏脏的。啊，有面点。先吃面啊！对，我觉得要吃面的，不然我会饿死。我煮完这个，你进来试喝。这个鸡整个死在这边。能喝吗？还是不够咸？我是猪甜粉。猪甜？为什么我？哈哈，人家说你是猪尾、欸。那你要把那个往后移啊。往后啦。没有啊。有吧。嗯，这个面闻起来，换角度啊，好不好闻？这拍起来会比较好看。你自己看。啊，这个肉燥味好。那你后面一点啊。哦，好，可以。所以它有那个炒黄瓜什么的吗？还是没有，它是黄瓜是另外一片。哦，有个隔板就对了。对。对，我放弃了，直接交给林静。其实，哎，你知道那部电影吗？好喝吗？到底少什么、啊？到底少什么？味精，味精吗？真的少味精、啊。我真的想加味精，真的很好喝。还是你要？有人加盐，有人加盐，我觉得这是加味精。你没有，你捞一点，然后在你碗里试做实验。哇哦，你要洗。我看一下我惊吓的脸，麻油，嗯，不是麻油啊，有没有越煮越咸？可恶，没看到我的脸，少了什么？我们青菜也加了，香菇也加了，味精，绝味加了什么？味精，是吗？姜。香，你要不要自己的碗试看看一点点？太少了，你就加一点点试看看。哎，不对，林七没筷子啊！你要筷子吗？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哎，这边有筷子。难免喜欢网友会念，是不是啦？我刚才去拿一次。我们很是不是？是不是少了鲜味？来啦！少了阿基斯，对不对？你一吃下去，先飙下去，世界不一样。而且加一点汉堡鸡汤块，对不对？我整个傻眼。对，他们是一样的意思，在讲这个啊，这就鸡汤的啊。要这样吗？你撒一吃，世界不一样。那我先弄一碗起来好了。你知道撒进去吗？等我。你先喝一口看看这样，我应该已经加了两三大匙盐了。咸死！不会啊，不会咸啊。送给你们什么？时不时就在喝鸡汤。是啊，那你萎缩了是不是？我觉得够咸了啊，你有喝新的吗？我去拿一个碗给你吗？那你有？还有碗。有啊，这个啊。我给你拿一个碗装好了。是。怎样？是。就你说你是不是就那个东西？够了吧？应该可以，可能是我刚刚吃面加太重咸了，所以现在没什么味道。好，我就这样啦，一点点。太少了啦！喝一口。你这样子太少了啦，你这样子没办法。我们主打健康哈、哦。然后老铁没看到，我看看。
有啦，应该有咸的，因为我刚刚吃面，我加酸又加辣的味道。这个就是这个，切这个，相信我。你相信个屁！你刚才就一直喝这个了，你还相信我？相信我下去世界不一样。你记不记得网红过的时候怎么样？当然世界不一样，命会转移。对啊，真的啦，刚刚喝到脸都红了。那是画的啦。哦，化妆哦。上节目。今天教练 Ella 说很丑。忘记了，我没有在 follow 教练。也是哦。然后今天那个，今天那个什么，那个。换人了，哪个？敏敏换人，敏敏换人了，是啊，敏敏很可爱，变什么？不认识，变低敏敏，就是，但是眉毛，但是眉毛都怪怪的，有人说那是，有人说那是鲜味炒手，就是少那鲜味，但是不天然。哎，讲长嘴，我先补最后一句，怎么在嘴？干真的，取代盐用味精哦，它是取代味精的东西，一样，就表示更可怕了，一匙就好。刚一匙啊，刚那个太，那才四分之一匙，我觉得可以啦，就是可以的啦，是比较清淡一点的。对啊，好啦，你要清淡就清淡吧。反正你不然你要喝那种，我就自己丢自己碗里啊。对啊，真的很棒。像我们人的寿命自己决定嘛。啊，人吗？啊，你看很棒，短三岁。来一点，来，可以了吧？记好了吗？可以可以。那要关了吗？还是？可以关火了吗？你先吃看看，因为要多一点，不然他们吃。喝完你就死。你靠在这里，你的那个杯口靠下面，靠下面。不然那个汤一直到我碗里。要肉吗？好，那关火了吧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真的可以关火了，不然鸡会烂。好，会老。耶！要腿吗？要。你要不要？那你也不吃吗？吃一点吗？有人说注意看它成分。注意看成分很多。鲜味炒手的成分。我先吃面。因为我应该不应该点大碗，什么全部看完没问题，然后有效日期2015年。哇，我的鸡腿来喽！用这个好了。没有给你啊。我把这腿要给谁？老天跳，先老天跳，因为他比较饿。小心小心。你要手套。来加米哦，不是加。加汤哦。加汤哦，淋汤哦。等一下。林俊逸回来成功，难过没关系，反正对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我刚才那个面还蛮好吃的。因为我在家，我不是久久回来看看变这样。有好吃不是自己？是我带你刚说你没吃。中午不是拿卫生纸出来？有啊，在我左后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欸，我正要来支援啊。好哦。就是要拿。有人都说林俊逸成功。我要吃。赶紧拿碗啊。就这样吗？省吃这样吗？哎呀，还是要怎么吃？你要不要沾胡麻酱呢？不要。胡麻酱很棒。你刚好你就直接这个拿去握着，这样比较好吃。烫烫烫啊！金鱼，那你用我这个碗吃。我现在怎么？我去换个那个舒服一点服装。快，金鱼吃。老天煮的，金鱼吃，老天煮的临近救援，救援鸡。我今天去夹了一只那个陈瑞勋的亲戚，哈哈，这是好白哦，北一，北一，没有穿衣服的陈瑞勋，好过分哦。好，我要吃了。你在骗啊？真的啦。你跟我玩手机说你要吃了。你看我今天去买了什么？不就当我睡都还没睡醒。自己来关火力机。390，可是我刚刚烧200。这什么 fire？ 对啊，火灭火器。我把你们镜头转漂亮一点。啊，这样子。这个环真的好厉害啊！减肥人自觉不吃。你们这以后在家里直播是可以啊，然后请来宾来这样。拍片也可以啊。哎，这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看你为什么那么湿？看，金玉的反应，可能屋里漏水。这是老天煮的哦。好，老天煮的都好吃。你看，先入为主，太过分了。看一下，刚刚太暗了。好喝，好喝。没有。真的好喝哎、欸。一样漂亮哎、欸。干嘛？你们这加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们自己要吃，谁会加什么啦？我要加，他们不让我加。好强哦，这个真的。这香菇是那个冰箱那包吗？那只猪很像胖虎，有人回应。嗯。对啊，可以这样子。
我把面换过来好了，我先吃汤。一直换来换去。金鱼好可爱哟、哦。我想要吃。那只猪很像胖虎。你干嘛？可以吃这个鸡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整只鸡都拿去吃。好。没吃完你也是。哈。那我吃鸡皮。没吃完不能睡。啊！我差点倒。是。你画腮红哦。对啊，我刚刚上节目啊。你也太红了。我刚刚有这个疑问了、啊，可是我不敢问。我想说他本来就有变装癖。不是，有看起来很像天气冷的那种腮红。哦，这个鸡皮怎么是脆的？脆的啊！你煮到汤啊，给哦，甜甜。厉害吧？今天我们买的鸡比较贵。啊，可能刚刚那只鸡它比较贴那个锅底啦，变焦了。哦，有可能。好吃哎、欸。哥哥，我要哎。啊。很喜欢老田的歌声，那我们来唱歌，夫妻脸，我们来笑、哦、唱歌唱歌，眼睛要不要唱？我们刚唱两次了。好，我起音哦 ，1、2、3、4，Go！ 他们说你和我很有夫妻脸，小酒窝都挡在嘴角右侧边，翻开回忆片，一起合影的相片，犹如失散多年的兄妹。兄妹，他们说我和你很有夫妻脸。然后呢？我、啊，哎，同学，他们说我很有福气一点，笑起来就好像花开的春天，珍惜每一天，如当时四季半春天。哥哥，阻止我！这段鸳鸯线差多少远？嘟噜噜，看一场精彩的烟火表演。爱上，要不我放歌就好了，听歌嘞。你脸那么红啊！他画腮红，真的假的啦？啊、应该是他刚刚上节目说话的吧？那、啊、就没有卸妆就是啊，一点的啊。没有，那今天会不会被骂？不会啦，上次啊，要脸帮你脸吗？可以帮脸脸那个。原来唱歌，变吃宵夜变成唱 KTV 了，可恶！怎么脸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夫妻脸的胖虎超美。谢谢，他是蓝牙的。我也想听金玉的笑声，很燎原。星火燎原是疗愈吧？他打燎原。Q 八有。哦，他又更改了疗愈。老田，你可以看着镜头 M 字腿吗？啊，你就 say hi。嗨。刚才酒放太少，不够嗨。我直接喝。可是你有放高丽菜哦？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都是好吃的、欸。好吃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高丽菜，看我再加一下。啊？那我在吃东西、啊。很有福气一点。这句话你可以回去。我都站在嘴角右侧边，翻开回忆片，一起合影的相片，犹如失散多年的兄妹。没有啊，就一个女生啊，就是男的。我和你很有福气一点。你要来这边。不要就算了，不要就算了。看一场精彩的烟火表演，爱闪烁在最灿烂那瞬间，眼神似闪电，出发前线，也许是注定的，注定的缘。这一场萍水相逢的画面。一生是拉拢在彼此心间，眉目上情缘不断蔓延，幸福的感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他们说你和我很有夫妻脸，小酒窝都藏在嘴角右侧边，翻开回忆片，一起合影的相片，犹如失散多年的兄妹。不要甩！不要甩！
妈说我和你很有夫妻缘，笑起来就好像花开的春天，真心每一天如胶似漆般缠绵，这段缘要写下多少言，这段缘要写下多少言。来过来唱刚好我会进场，然后听到歌曲吗？台中跨年就来就对了。立宝乐园，立宝乐园，12月31号晚上不知道几点，几点知道了？要票要买票吗？还不确定。对，哎，有人说时辰表出来了。时辰表好可怕、啊，好细啊，要练习准备稿啊。不是把表演目录吧？应该说那个跨年时刻表，按说时辰，生死簿。我先知道煎牛排，好、哦，有点饱了。你要吃牛排吗？我们刚才，那我要去冰哦。那冰起来喽。冷冻。可时辰，好吗？哎、欸，什么账？两个人哦。你爸这样做啦。我哎、欸、没有。你看被露出来了吧？好该。没有穿裤子。被露出来了，没好脏。没有，我刚只是闻我自己袜子。他以后就说脏脏张宏轩。脏脏脏，大家好，我是脏脏脏脏张宏轩。感觉这听起来蛮耳熟的。那我们放伟奇。哈哈，放伟奇对。哇，你跟放伟奇有异曲同工之妙哎、欸。有啊，没有夫妻来，我们啊，跨年喜不女的。那我们还唱什么歌呢？看看我麦克风在这边。我们跨年那天会唱三首歌哦，很酷吧？超级酷！超级酷！没、没有感情吗？这个好好吃哦。超级酷！没有玩过喝到超级酷。那我们来唱一首歌。看我收了。我要帮你们开小小的电风扇吗？小小的，不要对人吹就好。好，通风一下。绿了熊，那你们点歌，老田帮我点歌。哎，有没有听我唱歌？陈奕迅。没有，那麻烦你去唱台语的。你可以偷唱一曲《外采》啊，感觉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对啊，你就不要讲，你就说我要唱一首我的菜。我要唱一首我的菜。这样等下会被骂。你是我的菜。会被谁骂？你是我的。你是我的菜。啊，我买菜场。你们现在就各种自录啊！哎、欸，你跨年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今天到底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今天到底要干嘛？啊，你们。对，今嘛是在请假就不了。啊，无今嘛是免来去从啥笑。三号。不要。电影。太热，无聊。那你问你啊，忘记了。你不是说你已经背好了？背好了。鸡巴吗？鸡巴吗？整只鸡的黄眉吧。整只鸡的黄眉吧。整只哪只鸡的毛眉吧？你都唱错。哪只鸡要背吧吗？鸡巴吗？哪只鸡的毛眉背吧？真的很无聊。超无聊。啊，真的。这会不会被这个直播会被下架？哎，那、先暂停，不会吧？只放自己的歌，会，不然会被我们骂一样。啊，告白气球，如果要唱的话，就是要干唱。单身啊，那放周二歌的就不会被下架了。谁二干？什么谁二干？三二干，对不对？告白气球怎么唱？三二干，三二干，对啊，第一句啊。转咖啡，我说一杯兄弟本色，美兄弟本色，嘎吱嘎吱会唱，嘎吱不会，我也不会，我只会 fly out 的一点点 fly out 啊，但是怎么办？只能干唱哦。那我唱要干嘛吗？周二科的应该没关系吧？周二科的啊，就不是周杰伦就好了。不是，他好像有版权就不行啊，他在分菜不行哦，不行。那能忍的真的亲爱的，很巧哎、欸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起。亲爱的，变心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对，就
人这样唱，然后大家一起唱，就啊，人干唱哦。对啊，我还唱一首歌。我说要听演员。要私唱是不是？还是我们一些水来演员会唱哎、欸，但是要歌词。亲爱的，我想你。好冷哦，那个电风。有啊，没吹到啊。唱 TT， 冷风吹 TT， 冷风 TT。哎、欸、，TT 怎么跳舞？胖虎生气，胖虎生气。哎、欸，今天你会帮我用手盘哦。我想嫩肉。大家都吹吹的吗？嫩肉。哎、欸，这个冷冻直接丢哦。什么冷冻直接丢？怎么可能？当然吹冰啊。冰啊。哦，因为我们今天道具在那边整理，然后说干那个鸡冷冻，那煮的时候不是要煮很久，所以你们就煮。对啊，好好干。唱那么好听。老天本命，哎、欸，放伴奏就好啦。伴奏就比较难侦测到啦，是吗？龙兄，我帮你挑到一块肉。不是啊，好稀的吗？放伴奏，那我们唱出来不是？这样太危险。重点就是合在一起啊，那就声音不能侦测到太多吧。好吃哦，高丽菜、啊，你不知道高丽菜？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我在玩手机啊，正在更新，在更新变这样。我要跟他跳一下那叫椰奶小熊咖啡冻，因为我今天吃不下。椰奶咖啡冻，虾虾。你不吃咖啡冻，可是它有西米露，很好吃，黑糖的。有西米露哦。可是要用汤吃。好，那我晚点吃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好了、啊，反正这个直播也不会留着啊，就放啊。对啊，会删掉。我喝一杯。所以要唱首歌来。第一个点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跟他拼了。第一个点的就干嘛？留着吗？叫他们不要检举就没事。不会有人检举吧？不会检举，你不要讲，他就不会检举。我们不唱歌，对。我们不唱歌。那你可以点歌。那你要点歌，然后我们现在点歌时间。这是这一台是凯南的 Q 八，然后老师代言的是 K 六。谁先点歌就要先唱谁的，添加的吗？你说一是什么？哭不出来是歌吗？有这种歌吗？哭不出来，我听过这样的。但是十年。哎，你怎么留一点一？啊，我就是想要先当个。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我隔那个隔开的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发现富西的永和豆浆在哪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它叫什么？阿红。富西点的永和豆浆在哪？附近啊，附近。啊，好吃哦。它叫阿红豆浆。是谁啦？哎、欸，哭不出来是歌吗？我想我好像是哦。哭不出来是歌吗？好像是哦。不会唱给怎么办？那点别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一直摔到分手哎、欸。摔到分手。安全带不够，不会唱的、啊，不会，怎么办？我们都不会唱，是好吃，乱怎么办？他的肉、哎、都少掉了，还有鸡胸，对啊，哎，那我们都少掉了。我先你看，这是这边。哎，跟我们一模一样哎。笔。这可以直接用夹子下去夹吗？这是筷子。筷子。哎、欸，这台电力不足了哎、欸。怎么可能？他不在充电吗？那下面的电帮我插上去。哪里？那个，你们要直播到天亮。哦，我有会往后移，可能掉了。然后我们不会唱那些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没关系。对，林青说没关系，所以林青唱。我来唱那个江西泡沫温泉的。好，来再唱。哎、欸，网红歌什么时候上映啊？不知道。对啊，对啊，不是前面。一月初。不要唱歌了，我要开门。嗯。开门。他不能唱了、哦。不怕手机的问题。先聊天啊。回忆这么深。欢迎大家。哎、欸，明天要唱到白人的。现在大家聊天是。对啊，明天。这么大的讲出来。没有，那个没有听到。啊！刚他们都耳朵。我刚刚我自己消音。哇！但是真的都好吃。突然不知道讲什么。很我今天买了新衣服，很大 ，oversize。我 over 一，我 over 一很贵吗？不会，你猜多少钱？我现在来猜。超便宜。500块。低。390。420。高。高。420。高。480。低。对吧？三。
答对了，而且你看这有爱心哦，超可爱的。在哪里买呢？不告诉你们。我穿得下吗？绝对可以。我穿会很胖吗？不会，这真的你穿得下。这绝对可以。超大哎、欸，好像飞鼠、喔。可以塞两个人吗？看看塞谁。如果我跟你。哎，平板可以给我看吗？不行，没电了。直播到没电，我们是唐老师，现在煮饭给大家吃。看就好了。那我现在就干看我们在吃东西，有点。对呀、啊。如果是我，应该会不爽。为什么他不爽？哎，大半夜你看要煮，唐老师，你煮一小时，然后给我吃一小时啊？多久？真的吃一小时？不好意思。然后关了吗？还没。好了，那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哎，不是，这是什么？那中药材啦。那是肉啊。那中药材，那不是肉。那有肉啊，肉跟中药材啊。是吗？我们现在问他们问题，答对的话就送龙圈出去。那你怎么要男生呢？我只送男生。啊？没有女生，你可以去看其他作用。间距大概是20到30之间，我都可以。对啊。好久的耶。送多少都很好吃。我整个傻眼。我们还在逛饶河，你就看我。对，我整个第一次直播那么久哎。直播到没有人。那门捆的掉啊？老天有女友吗？有啊，在这里。啊，再说一次，老天有女友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在这里。好意思，啊、自己乱讲啊，自己讲。一白一黑是黑白无常吗？他们整个错乱。你男朋友不是若隐吗？啊哦哇！他男朋友不是若隐吗？他男朋友是若隐。他吧。大家开始乱配。换个口味啊！没有每天吃那么好的。若隐好是不是？他吃，他长比较好。哦。看不错哈，你竟然讲笑话？要讲笑话，可是笑话我都讲完了，说。罗轩，你把你那天，动你还记得那个？对，你讲一下那个啦。回音的 ，echo 的。我忘记了哈。啊。哎、欸。我那天讲看看，你还记得吗？不会，那个不会啊。就是、他去，对啊，还记得吗？那给你复习一下吗？就是他回诊，然后他跟医生说他很大，就是有一个妇人。哦、好，来开始喽，我们龙虾讲笑话喽。有一个妇人，他就是下面动太大去看医生，然后就你去看医生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是龙虾的真实故事。不是，然后就跟医生说，医生我动太大，可以帮我缝小一点吗？医生说再大的洞我都看过了，一定不会很大。结果医生准备要检查，所以说。你的洞也太大了吧！你的洞也太大了吧！你的洞也太大了吧！然后医生就说，不是医生，妇人。妇人就说，我知道我的洞很大，但是你有必要说三次吗？医生跟他说，我只有说一次啊，因为他的洞太大会回音。但你看，我只有说一次啊，我只有说一次啊，我只有说一次啊。哎、啊，他已经抬头啦、啊。哦。笑，笑，他也笑了。有人说女的好会吃啊、喔？什么我的故事？啊、有人说那女的好会吃哦、喔。我。哎、欸，啊，不然男的、喔。我才刚来呢。没有，那你刚才说你不吃哎、欸。他没有听到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回音。他在干嘛？他在打 game 啊！最喜欢吃鸡脚了。来来，镜头过来。这个鸡脚啊。不要、啊，那光刚刚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那我要吃了。可以拉，你不能打开吗？我直接吃，不管。那不能拉吗？我直接。哦，对啊。哎呦呦！哎，这个鸡脚如何？林靖总没吃。好好。好吃吗？这只鸡脚，这只鸡没有剪指甲，好痛、哦。这么好吃哦！我靠。它没有剪指甲。你用剪指甲的鸡爪。嗯，都够痛。哇，好吃好吃啊！哇，这个大满足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当时你看，离他那么近。你说啥？好像在录 IG 影片呢、喔，我觉得。真的。哎、欸，有人说有听到你说不吃哎、欸。怎么笑疯？我是心飞。奇怪，他到底有没有在冲啊？一直，这个直播可以出去，然后再马上回来吗？不行，会掰。你到底有差的你用直播女神啊
那是什么问题？问 AI 会不会那个？哦，哦，问哪个？他在看电量。反过来猜。哎、欸喔欸，有人听懂你的笑话、欸？他有笑吗？嗯。哎、欸，那你再讲另外一个啊。好、嗯。你们应该没有，你们就是这个怎么会有一天啊、哦？这个拿下来的。有一天啊，可以啊，有一个就是小美，她去又是小美，她去学校，然后她每次走路都一直跌倒，你有听过吧？她每次走路一直跌倒，然后已经不是我跟你讲的吗？然后是吗？那你讲，因为我怕我讲不。你讲笑话。她走路一直跌倒。然后他就已经跌倒很多次，有一次撞到同学受伤，然后他就跟他回去跟妈妈说，哎，不是，老师就跟妈妈说，妈妈，为什么我在学校走路一直跌倒？老师跟妈妈说我在学校跌倒。不是，老师就跟家长说，你小美在学校走路一直跌倒，然后你们要开到几点啊？然后呢？然后好烂啊、喔、好烂啊、喔、张轩不要再嗑药了好吗？嗑药了，然后之后回家的时候，妈妈就她就跟你要不要全部重来？不要。然后那个她妈妈就说，然后小美，你为什么每天在学校都会跌倒？然后小美就转过来说，妈妈，因为头发绑太紧，我看不到路。对着镜头讲，因为头发绑太紧，我看不到路。你们懂吗？你们懂吗？绑马尾的时候不是有时候绑很紧，然后就被笑到你。哎、欸，很好笑。你看，人家觉得很好笑。再讲给你听的、啊。很好笑，在。哦哦，好好笑。你很坏、欸。哦，这好笑，这好笑到。直播可以拉近哦。可以啊。好酷哦。哎、欸，直播可以弄使用特效吗？看我。好像可以哦。你去啊？真的假的？看进去的话，让你控台。好，我来控台的。冒金星，对不对？来。美丽的女孩。换谁讲笑话？大家都叫林静吃点。吃点啊？要不然你在哪个玩吗？殊不知我在外面已经吃龙虾鲍鱼。啊？还不是不吃鲍鱼？哎、欸，这是我刚刚用的碗吗？我不知道。请问把骨头都丢里面有礼貌吗？不是。我帮你洗一个碗。骨头要夹出去到那边。人家这个垃圾就放在那边给你看。不要，你把这个盆倒过去就好了。倒。不是啊，刚这盘里面就已经有垃圾，我想说。那你还继续用哦？啊，就是因为有，我才觉得它是啊。啊，如果马桶里面有屎，继续拉，啊，你会看哦，有屎，继续拉好了。不会呀、啊。当然是把它冲掉、啊。没有，一起冲比较省点。哎、欸，这个帮我放下。说吧。嗯，看你啊，对，可以、啊、不行啦各位粉丝们，其实我在外面有吃的，没有湿湿的哎、欸，没有，那是过期，你的粉。嗯，再另一个碗，欸、你刚才刮到，这样我嗯，给你啊，刮到，我们要讨拍一下，快包起来，快包起来，你看他亲的，我刚被刮到，我直接帮他包扎。我刚被刮到，讨拍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其实你这样讨拍不会有人理你，因为你刚才在那边甩袜子，大家都很讨厌你。甩袜子，我小心把味道甩掉就没事。旁边的是饭吗？不是。好有智慧哦，林记。我看，为什么是好有智慧？不知道。好难控制。感冒吗？声音小香，他是烟酒嗓。没有，我真的感冒啦。没有，他以前是男的。他是哪个 A 男？我咋不会啊？他那个声线还没。我刚真的感冒。可以再唱一支夫妻脸啊，一直狂练。这个边直播边练歌。有人密我说夫妻脸是你唱的吗？怎么那么好听？啊？什么？真的有一个粉丝密，哎、欸，不是粉丝，是我。我不熟的朋友、欸，我根本就没见过的朋友，好网友，他也是我唱的、哦。他还说女生是你唱的吗？太好听了。他说你，对，他说我。为什么关你屁事？因为大家看到他在后面吧。可是这那怎么不说那什么国小人唱的？哈哈国小合唱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哦、比喻诈骗很聪明的。啊。我刚刚想到这样。就是有像那个一个游戏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水的那个。就这里是吧？水管。你可以消把那个土消除那个。啊，土消除。土。有人说你的衣服很有美感。啊，有人说像孕妇。感觉早期上的明星。我刚看那个说像孕妇的那个大头贴超级小屁孩，走开。哎、欸。哈哈哈哈哈哈。
三 D 令叫金玉打招呼。嗨。嗨。龙轩感冒穿短裤不冷吗？我的脚不会烫。没有，我的脚不会，我的脚不会烫。没有，因为宠物店没有卖裤子。没有。我脚不会烫的。哎，这只猪超可爱的，好不好？它有生命。老田唱歌很好听。它有生命。谁有生命？你不觉得这样抓感觉有生命吗？龙轩感冒，我用他的碗筷。哦，居居。没事啦。哦，居居。你那么勇敢。中午跟冷的应该不一样啊。哎，莫西莫西，老田可以跟你说声嗨吗？他在讲电话，他在笑。没有，我干嘛这样讲？真的在线上哈，我真的在线上。而且我，哎，他很像那个一个游戏的那个哎鳄鱼哎。对对对，那个小。我们一起来陪聊老田讲电话。为了跳过你 ，carry you， 那没有啊，所以你就画它吗？还是你要？这什么颜色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手机坏掉。哦，看我。不是绿色，要绿色吗？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我不要绿色啦，我头发不适合绿色啊。什么？哪个颜色？不想染了。啊，你却染掉了。嗯，搭配我不知道，你看我们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衣服。嗨，你好。我怎么就蛮……对，就要搭就有搭，你问他，你自己问他。这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适合范围。怎么会？因为绿绿的。怎么会？这是要干嘛？不是啊，对啊，算是我们的衣服。哎，你那天不是拍了？没有啊。你认真吗？那个 USA 那不是啦，那只是拍卡而已。那是先拍，就是定妆，然后顺拍卡。因为到时候拍很久。哎，他这蛮有名耶，我后来去西门看快一下。是啊。哥，我想吃那个蛤蟆。嗯，你老。金玉在跟猪玩，然后老田有人说老田好吃。哎，这个是吃剩来的啊。没有，他煮烂就变这样。好。他是好吃的，只是因为我觉得有点。你们会觉得太咸吗？金玉好安静。对，我在煮人参鸡汤。啊。人参你好安静。金玉生病。金玉好像没吃过东西耶，老田瞬间很挺。我吃了。你们都吃那么久，锅里怎么还剩那么多啊？很像啊，你看那个嘴巴。哦，好吧。啊。这香菇蛮大。老鹰有话吗？我看起来是木耳。别。都没汤的生料，对啊。我们再进去。好吧，那你就决定看要这个还是要红。直接接。不是啊，这是这只鸡这样不讨喜。我说你哦，看到看到，他叫什么？叫。我以为讲电话。好啊，那这个他可以放。Harry Teresa， 这感觉什么？来帮你，快点来。广告时间，赶快去订购我们专辑哦。黑白的广告。你怎么变手扒鸡了？有人说林静打扮超美。你看你就是，假设。我想吃那个很大的那一块。那我把它改成红的、黑的那种会很怪。哇，这香菇超大颗的。好啊，那就你觉得要什么颜色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蜜蜂裤子好可爱。我看看呢、啊。哇，还好啊，黑底还 OK 啊。啊，我看到蛤蜊了，给我你夹一下吧。太，好，我懂意思。我要吃的了。你要吃的？我要你妈我不会，我要你妈给我吃的。我找很久。你找很久，刚刚不熟。来，你看我找到了，那么容易的事。有人说林静衣服看起来很酸，很舒服。很舒服啊。嗯。完全就是没有穿。哎，我摸它是跟我们那个质感。没有，这件还是比较薄一点。差不多啊。没有鳄鱼不能变色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可爱啊。爱心很可爱。高俊逸说多的那个爱心不好看。现在应该还好。不是。啊，无今嘛，你是在讲啥事啊？我觉得那件那里好。你用拿不起做。那件不一样，它不止爱心，还好别的。看你要什么颜色。哈？我记得它不止爱心，还有其他图案。没有啊，它只爱心。好，他已经画完了。哦，那我说这改了，我记住了。那改颜色来得及啊？哦，我只差印出来而已。真的？不是，因为你在觉得那张真的来不及一天做。你看看，
对啊，他以为要给林俊之啊。老田的发色本来是粉色，不是？不是，本来是这个颜色。荧光粉。啊！现在这个颜色是洗的退的。啊，我想上厕所。去吧。对吧？去吧，去吧。Let it go, let it go. Don't shame me, at you, yo yo. 没有。都是有。这是要干嘛？哎，这只。它味道好像跑进去了，后面的味道越来越不错。哇！嗯，没拿出来了。啊！啊！零！啊！龙轩爱香菇吗？嗯。嘿。爱啊！吸成这样，我真的是醉了。我以为你兴奋了。哦，没有，不可能。我想吐了。你超级吐，这是打麻将在的嘞。对，甜甜的。赶快喝给大家看，我先直播给大家看。没有，我先喝。甜罐子没有？哈？有看到吗？镜头上对不对？甜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进去喝，快点，让自己掉粉。没关系，让自己掉。哦，因为老林在讲事情。女的好会吃哦。不行啊，肚子饿啊。我按到扩音了。爱你。就这样。妈一直拿那个手机。嗯，对啊，无色。我等你那个齁，我等你传给我。好，好哦。不然我在开直播，你在。想问衣服谁的？你的超会吃，外面吃一轮，回来又吃一轮。他可能在我在外面吃一轮。刚刚不是说不吃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外面有吃东西？林静都没吃，因为我们刚才不是 FaceTime 吗？然后，嗯，是哦。对啊，刚刚 FaceTime 没有，我刚在外面真的吃一大碗阳春面。